休困站三天五宿制是真彩展开。今年主办单位南宁学企业特别扩大活动意义，将本地戏文化结合西丽七康武术，后来休困站的民众感受真彩欢迎。不再只是大家下车方便的一个服务区，而是一个承载着幸福的一个服务区，让每一个乘客他的旅程能够在这个服务区找到他的惊喜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很有创意，而且一个表演在这里表演，包括这次我们想看的偶戏跟这个武术的表演哈。那在这三天呢，可以过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节日啊。这个西丽休困站举办五宿制，也照顾地方小农，由启东乡公所来举办市集，提供真济在地优质农产。让我们赤龙乡的小农市集哦，有机会在我们西螺北上的这个休息区来展示。那未来我们也会非常尽职，把我们赤龙乡上赞上好的吼，拢个搬出来哈。因为五宿节开幕这间都好是圣诞节，所以主办单位也邀请贵宾装扮成圣诞老人，将台湾传统民俗表演结合西方的圣诞布加音文化，和规个休困站甲以往过节无同，现场气氛闹得滚滚。来，圣诞快乐！我还有个礼物，还有个小礼物，来，圣诞快乐！这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很多老一辈的用路人，他仿佛回到时光隧道以前的庙口在看戏。那这样子的一个热烈回响，在今年呢，我们在扩大主办，把武术再融合进来。所以称为偶数节。这三天偶数节，大家拢精彩表演，喜爱传统民俗的民众，不妨趁着假日来西丽休困站闹热，感受婚礼特有偶数文化。记者李克山差不多。